来吧，撒口。感谢当代卧龙大聪明开的子爵，谢谢谢谢老板，谢谢卧龙开的子爵，老板大气。感谢这个当代卧龙大聪明的子爵，谢谢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感谢开通子爵啊！50秒放第一个盒子。这么压线可以抓一下，去砍他。这叫这盖伦敢打你，肯定是有人来了。这么装这个人，鳄鱼打野，不是鳄鱼也能打野吧？只是不厉害。他打线上更强，你要说他打野也可以。别说我还不一定打得过他，他带个强攻。嗯，他要抓这个提莫了，我们可以去反蹲一下。什么压线，有兵线在，他直接两段一咬住直接死了。哎，这提莫打得凶一点，对，他压得越凶，这鳄鱼来的概率就越高。这绝木不可能这样的一直被他压的，我进不去啊。走了，来双鞋子好了。小手还是挺好用的啊。河蟹也没打，这个鱼它在干嘛？掉了。
接飞镖。我这队友有点东西啊。碰到高手了。右击沙皇。先到波六了，这个鱼是狼开的，他翻译也没用，过来直接上，第一时间让他演示效就好。哇，他直接水银鞋，我没注意啊，水银鞋我追不上他，不灭之物。这有点难受，这节奏有点断了。现在最好的办法是抓一波上，然后再吃这个先锋啊，然后再先锋再抓他一波啊，这个就非常的顺了。好家伙，这盖伦直接反蓝去了，这个鱼人呢？那这个鱼他又要死了。竟然打不过。好吧，没事，我们可以打得过他，不要顶着这波线就好了。我操！再来座坟墓如何？差点被操作了。又几个鱼，这掘墓应该是没替的。一般来讲双方的上气都是同步的，这提莫没有，他应该也没有，直接吃个伊斯塔。好家伙，这还有替吗？他先交的沙皇，我说怎么可能会有替吗？那我先避一下没关系。打这个掘墓的话，待会可以先开分身把他技能全骗了。
可以，这龙还是我们的。等一下，这提莫过来。欢迎小霍尔朋友，让我是大了。他把这笼子给。你别说，没我的伤害他还真打不过他，被困着就死了。我这波大部分伤害都是我打的。这提莫想线上打的厉害，还是得带个点蓝。点蓝配强攻 EZA 能贼恶心。赶紧吃个伊斯塔，可以再拆个二塔的。哎，这先锋死了，可惜了，这样。九级，对吧，节奏感觉不是特别好，杀的有点少。不刷野了，开始刷人了，有这个木刃攻这些了。还有三十秒的塔平，这绝不好像过来了。这波我们没点蓝的话，想杀的沙皇得用 R 躲躲他的 R 才可以。他竟然不第一时间推我这个人，他我把分身往回拉，他就以为我这个是真身了。我其实我分身在前面，他只要 A 我，他就要被我真身 A 了。这拉分身就是小丑的一个进阶技巧啊。对你这英雄不了解的人，绝大多数人都会吃这一套啊。
先退一下，我等 Q 杀牛。再退一下，我有隐身在丢盒子往回走，我有大，待会可以杀。这盖伦撒个大就有了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给大呢。原来给大可以秒，感谢卧龙大聪明送的飞机，谢谢啊，谢谢卧龙大聪明的飞机啊。这个血量撒一个大直接秒了呀，他血量越低大刀伤害越高的。寒冰来个啊，我把这个匣给他偷了。第二件买收集者，还是换个扫描好了。接布布的两张半卡。这第三件的话，一般我们买夺萃之镰啊，要是对面很肉的话，也可以买红青雨啊。沙皇可以顺秒了。三下加飞镖啊，不用飞镖了，暴击了，探员手打这种脆皮很痛呢，直接秒。还有点肉，直接开分身了。把分身放在中路，让沙皇走过来。这样的话，他就不知道我在这个位置了。他怎么突然开一个扫描？这牛头突然灵机一动啊，这一个扫描把我给没想到啊，他不开这扫描我可以把沙皇秒。他估计看我中路的分身 miss 了，估计是听到我这个呼吸了啊，这波没有给他屏息下来。这波灵机一动，就他们两个一命啊！鳄鱼这边有影，鳄鱼人呢？
一定要背刺啊！你看我为什么每次我都要调整一下角度的？有没背刺的话，伤害差很多的。很多人玩小手为什么伤害很低，杀不了人？就是因为他不会打背刺啊。这个背刺的伤害是可以暴击的。小手本来伤害就不是很高，你再少个背刺就杀不了人了。反应还蛮快的，大给他打开了，看到没有，这么好的装备还是能给他反应的过来啊。红怒鳄鱼，看他交不交 W， 这不交 W 直接杀吧。一交了 W 了，好稳。就被他 W 控了，少了一刀，得买青玉了。这 Q 附带的伤害加贝斯加夺夜之镰，把对方打残 E 就有爆伤了。这一刀打了1000多。看到这不没操作好，刚才不知道为什么分身没拉到啊，奇怪。没关系，他死。原来分身拉到的话，直接就把他 A 死了。哎，这不还骗了一个大复活甲了。
怕他把我顶飞了。可以了，最后一件呢，其实伤害已经够杀对面了，你要再狠一点的话可以来把无尽，不过一般来讲最后一件买复活甲。这个伤害已经够杀对面，没必要再买无尽了，打得狠一点也可以买，就但对面这个阵容的话还不是全脆皮，控制还是蛮多的。先来个表了，不吹了。没事，我把大龙秒了。因为这个小手的分身可以扛着减伤 buff， 所以我们这个真身打着大龙就没减伤，打得非常快啊。一定要让分身站里面，让这个分身吃这个减伤 buff。不用立训刀，陈心太慢了，这立训刀不好用。我一开始也像你们想的比较那么极端一点，没必要，知道吧？省个几百块钱，早点买装备，早点把人秒了。这小手不能卡装备的。这夺萃之镰加的红青雨便宜又好用，性价比很高。这样的话你才方便这个滚起雪球拿更大的优势，知道吧？想着买立训刀反而会拖你的优势。这边投降了，这下一把了。但没点光记得可以点一下，这下次想看的时候就不会找不到了。结算一下了。